小姑娘，你多大了？我觉得我的体型很像十岁，面部像四十岁。还好啊，你脸上这是好多黑色的纹路啊。对，其实我十五岁。你介绍一下自己吧，姐。大家好，我叫陈文静，我来自呢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。歌唱的挺好听的，你是受过专业训练吗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。